就是鼓手和他的合唱团。鼓手和他的合唱团。所以你们是想往合唱团路线走吗？老师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试卷？好啊。现在要解决问题是什么？小李觉得作品不够乐队，马哲技术问题，小熊心。小熊什么？心，他要解决他的心。心。哦，就是心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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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关于这个心，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一些沟通，说实话吧，关于气氛还有自己的心情是挺压抑的。就生活就觉得很不自在。就那次跟你们排练，我也觉得挺压抑的。因为小熊那个每一句节奏都有问题，他没唱进去。可是我觉得刚刚那一句。跑了，你别跟我犟。喝口水吧，喝口水，喝口水。他今天只是把他的想法强加于我，态度也比较强硬吧。对啊，没必要用这种方式。录不录？都等着呢。把自己的情绪收一收行吗？你唱的不准，我说出来有什么不能说的呢？但我真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好好沟通，好好商量。我没跟你好好沟通吗？我非常着急，因为我们还有不到，还有几十。很短时间就要公演了，我觉得在这么急的情况下，就适当理解我是一个火急火燎的急脾气的人吧，就不要纠结我是不是说他犟这件事情了，咱先把歌弄完行吗？就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崩溃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在一个平等的交流线上，也不在一个可以 get 到对方的频率上面。我知道他很难，他着急，他要把想法安在我们上面，他不是去听。你知道他的气场也大，这他的气场一起来，那个胸襟一起来，我的情绪要给到很足，我才可以跟他对话。他的方式像我以前跟我吵架以前的爸爸一样，那种生气的眼神，就真的我不想再经历了。老胡，我觉得你如果作为一个 F man 的话，就是你要怎么让大家都把每个人都调动起来，就是让大家心里面都是一个舒服的状态。我觉得学习的过程本来就是痛苦的，但是可以开心的去享受这个痛苦吧。我觉得就是学习去理解别人嘛。我是几乎每一场公演都是伴随着我无限的焦虑。我需要特别效率的东西，我需要这种效率，可能都顾及不到个人的心情。我们先把感情放在后面，把东西先做了。我们的人气和我们的七连的整个的，算是作品吧，就是有一点，不平衡，就那种他人气在上面，但是我感觉我有点在向后坠的感觉，而且我更怕他们掉下去。对，我就想把他们都抓紧，抓得很牢，然后想赶快爬上去那种感觉，所以我会特别着急。我觉得有点压力，老胡是应该他承受的。我觉得有的态度压力是他不应该承受的。我觉得他一直在使劲儿，他想把这个东西弄得最好，用这个作品来证明。那个 solo 表演嘛，前一天他一宿都没回来，一直在这块练他那个鼓。我觉得他一直都在努力，总是想把问题解决了。光注重速度了，没注重舒服性、舒适性。车被我开的直逛呀。队里现在四个人全都难过。马哲想把琴弹好，小李也自己也放弃了很多，自己做音乐的时候想坚持的东西。你呢？你说要是换个 F 麦会不会好一点？小智那样的，那就把小智整过来，整过来。那就把小智整过来，大不了你们换着开。你
只有一个 F man， 除非换车卡。那我们现在开什么会呢？这是，我们是决定，就开这个会应该是寻思要谁吗？就这个会，还是寻思咱们以后何去何从呢？还是怎么着？怎么搞的？就像要散伙了似的，就是这种感觉。现在，好，下面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冠军。气运联盟乐团，在你们跨过这个桥之前，我还是要特别正式的问一句，你们是否愿意以这个名字，四位成员负责任的说，坚定的想走下去？怎么回事？呀呀，有情况啊。小熊，其实我跟小熊之间，小熊咱俩就，哎，都懂，我就，小哲，你是我见过最真的人。老胡，你知道我喜欢你，但是，我今天做一次自己的选择。谢谢起源联盟，我退出，抱歉。啊啊哇！小李退出，为什么呀？不对，为什么呀？我刚才没听清小李说话，我想问问他说的是什么。你说什么？我说我退出。啊？改变。我不管这个团。他现在其实是一个处于高压状态下的支离破碎，因为当时我在卷子上面写的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只写了一个字，就是心。因为我当其实前几天已经发觉到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比较负能量的一个情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知道老胡，因为老胡实力太强，我跟他说我也会骂美丽飞鸿，还有人说什么希望的，我天哪，这都有的。小熊他是一个 vocal 就是直接就是肌肉反应，我特别能够懂得，有时候我心情很不愉快或者很紧张的时候，我在台上面就是唱不了，就这个是已经是生理上的一些问题了，就是心理会影响生理，所以我觉得在里面打结的东西是真的得先解决掉才可以上台，这就是 F man 难的地方，就 F man 他注定承载的就是更多，就好像一个毛绒玩具，它里面会有一些东西藏着，我想把它拿出来，就是跟老师聊的时候已经剪开一个口了。你现在是会觉得我要求的太多是吗？拿包、嗯，你刚刚说的关于速度跟舒适度，你说出来我现在能理解，我能明白。如果你现在觉得很生我气，你可以说告诉我。没有生气，我怕你生我气。我听到那一番话，我觉得挺，我是挺觉得，好像觉得，就那个心是软下来，就大家没有那么硬，
这那么的碰撞，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继续往下讲。谢谢起源联盟，我退出，抱歉。你如果你选择真的要离开，我尊重你的决定，但这个乐团以后都会刻上李润奇这三个字，因为名字是他起的。如果说我们是火箭，它的原创动力其实就是我们的燃料，它很重要。谁都不好意思说，过去呗，那就怕啥呀？一会儿朴树下班了，对，一会儿树哥下班了，你们不过去，我可过去了，走不走？你走不走？